个乱问号，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非常看见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只好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觉得大一台就叫龙电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，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，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。妈妈就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不知道这我也告诉他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我走人吧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同学未来是你爸爸。我真的懂你现在清楚，你千万不要送人，因为过两年你会再找自尊前的，你会带自己换上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看着准备唱吻别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乖乖长大才能保护她，飞得比别人高，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。